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艾乐，你呢？我叫乃丽，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彭亨，你呢？我住在圣米莱。你看起来很高兴，穿是漂亮的衬衫。哦，谢谢你这么多。I'm alive, I call the missing pieces. 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奈里，他是谁？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他，但是他的脸看起来很熟悉。是啊，嗨。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脑儿，你呢？我叫艾乐，他是我的朋友奈丽。你住在哪里？你好，奈丽，我住在皮里丘。认识你，我也很高兴。认识你，我也很高兴。那位，你以前在这里吗？没有，这是我的第一次经历。但你的脸看起来好像是的老师。哦，是的老师，我的谢谢。难怪你的脸和老师是的一样。是的，我是的了吗？没有。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我喜欢旅行。诶，你在做什么？哇，我的爱好很酷。我的手表除了曲线和文字，所以我能好它。哦。大家好，老师你好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没关系，老师。今天我们第一个就笑了。为什么老师？今天不上课吗？是的，我们今天第一个换到另一天，好吗？好的，老师。什么时候？谢谢你们明天忙吗？明天我们不忙。明天我们不忙。好的，明天我们这个在早上10:30。好的，老师。我们走吧，明天见。好的，谢谢老师，明天见。谢谢老师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Close my eyes. 哎，老师，是不是从晚上出来的？是的。没有事，今天没有课。哦，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老师在办公室有说一些重要的工作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夏丽莎。你住在哪里？我住在基兰丹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住在哪里？我叫乃丽，我住在圣米兰。我的名字叫艾伦，我住在彭河州。我叫达文，
我住在比利。哦，认识你很高兴。认识你，我也很高兴。你为什么这么晚来上课？我叫胡德克西。哦。请问，餐厅在哪里？餐厅在楼下，你想吃饭吗？走吧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走吧。Fireworks and symphonies exploding in the sky.